主席，我都係講呢個非官走行政會議成員嘅薪酬嘅問題。誒，呢個咪大唔？我都係講一樣嘢嘅。嗱，主席，最怕即係唔怕唔識貨。你係講邊條修正案？我提出嗰四條，我讀俾你聽。等陣，係由修正案編號13，動議人梁國雄，總目21，分目000，已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呢一個1092萬元，削減大約相當於13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不包括召集人酬金的全年開支咁樣。嗱，主席，唔怕唔識貨，最怕貨比貨。任何人走嚟我哋立法會嗰度查下邊個議員有冇開會啊，一清二楚嘅，冇得遮攔嘅。我哋啲議員咧，開小次會都俾人知嘅，有人統計嘅。喂，正話講行政會議到底有個成員有冇開，那個議員有冇開會呢，都一問三不知，問咗兩個答案出嚟。一係呢就話喂我有唔話俾你聽，一係呢就話我冇。呢一個淨係呢個單單呢一樣咁嘅嘢就應該唔俾錢佢哋啦，哥。有乜咁難啊？係咪啊？有乜咁難啊？做一啲出勤嘅記錄。喂，到今日呢一個立法會問咗兩個答案出嚟嘅時候，再問佢，佢應該冇答案。即係話你有冇講大話？點解有時有，有時冇？有時又話有，我唔俾你；有時又話我冇。老實講，主席。淨係你喺培橋教書嘅時候啊，做校長啊，有個學生咁答你啊，你都即刻記個小過啦，係咪啊？咁喂，大佬，呢個問題唔係我哋立法會，我立法會喺香港嘅憲制裏面係小弟弟嚟嘅啫，因為行政會議啦，根據即係呢個基本法嘅規定啦，係協助特首去同埋俾呢個。按照基本法講咩呢？行政會議協助行政長官嘅決策機構，行政會議每週舉行一次會議，由行政長官之主持，行政長官在 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出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之前，需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一定啊！喂，咁你有冇開會都唔知嘅，點搞啊？我點俾人工你啊？係咪啊？仲有一樣嘢喎，就係行政會議均以個人身份提出意見，但行政會議所有決議均屬集體決議喎。即係話你講完嘅嘢咧，係要記錄在案嘅喎，係集體決議嚟嘅喎。喂，出唔出席都唔知。点搞啊？系咪？仲有一个咧就系备席嘅问题，即系根据即系我哋问佢嘅资料咧，这个有247个讨论题目，当届成员备席嘅有26人次，喺257项讨论事项当中，79项有多于一名。行會成員需要避席共218次，主席。行政會議嘅成員咁多嘅利益衝突，我就覺得咧，其實應該點樣咧，主席？我建議咧，就係整一個好大嘅行政會議，然後就話俾佢聽：，喂，臭夠腳！咁如果你有呢個利益衝突嘅，早啲講，咁就好啲啦。如果唔係，你點樣能夠喺？好多嘅事情上面真係履行到你嘅職責，係向呢個特首俾到意見呢？嗱，主席，非官守嘅行為，佢哋嘅
即係夭折率啊！即係話呢個梁振英委任嘅行為嘅夭折率咧，係眾所周知噶啦，係我都費事數啦，係咪？即係大家都知道過去一年，但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如果呢啲咁嘅行政會議嘅非官守行為係成日都因為呢個操守而拎走嘅時候，你話呢一個行政會議仲有咩權威可言呢？而有啲仲係我哋三番四次叫佢走，佢先走。就以呢個張振遠為例，張振遠佢辭職係因為被人揭發咗一啲不能夠再解釋嘅嘢，而實際上面亦都政府呢係撐到最後尾嗰一刻。嗱，喺呢一點上面，其實即係鼓勵咗呢、這個這個行政會議嘅非官守行為呢係無廉恥，即係話喺最後尾一分鐘嘅時候先至辭職，係唔係話呢係好似當年啦，舉個例啊，又係唔怕這個貨比貨，最怕唔識貨啦。你自己嗰陣時，我可能都做緊行委會嘅，你可能知段內情嘅，就係呢個梁錦松啊。原來佢自己講嘅就係，佢一唔記得咗買車，佢已經同阿董伯伯講：喂，我唔撈啊，唔做啊。阿董伯伯哀佢做嘅。而家呢一班人同梁錦松比邊個比啫？係咪就知個東窗事發身敗名裂先拎走？所以喺呢點上面，梁錦松嘅操守比佢哋高得多。佢係向特首請辭，而特首話：喂，你做埋佢啊！佢食死貓，食到呢個沙士完咗先走。雖然而家我唔鍾意佢，但係比起呢班人，已經係道德高，可以做呢個道德重整會嘅主席。所以話一蟹不如一蟹。第二個就係嗰個梁振英喺呢一個當選之後呢，佢就話呢屆嘅行政會議有個新遊。咩叫新遊呢？新遊就係話佢係會叫啲行政，佢委任咗嘅行政會議嘅成員呢，係周圍去幫政府宣講呢個政策，言猶在耳啊。阿哥，咁你睇睇啦，呢、這個香港電視嗰鑊嘢啦 ,HKTV, 我真係睇到嗰啲狼背上啊，葉劉淑儀唔喺度啦，李慧瓊唔喺度，個個都話喂，其實我都覺得毒手唔啱㗎，我都認為佢唔啱㗎。喂，呢個乜嘢嘅制度嚟㗎？呢個係公開去反對特首嘅意見啊！你話呢個梁振英有冇用啊？個個都嗱，第一要保密啦，第二就係你唔能夠公開咁去反對政府嘅意見啦。喂，兩樣都冇做啊！呢、這個言猶在耳嘅，喺呢個立法會裏面，用一個立法會議員嘅身份去挑船，去話嗰隻船沉咧，因為有特首抌特首落水啦，我留喺度啦，即係厚顏無恥班人。好啦，喺呢個問題上面，我係睇到咗呢一個非官守行為嘅失德、無能、無幸。你話我哋是不是應該減去人工呢？其實很簡單地說，梁振英在答覆本會的詢問的時候，即是這個質詢的時候，他就是說我是不能夠將這個行政會議的內容告訴大家，因為有保密的制度。那保密制度是為什麼呢？保密的制度是因為令他們暢所欲言嘛，是不是？那他們自己都出來暢所欲言了，咁佢仲有咩要保護呢？第二個就係話，梁振英喺呢一個對付呢一班佢自己委任嘅人嘅過程裏面呢，佢以保密話呢班人同佢係商討咗唔能夠講，嚟為自己唔講嗰個秘密，其實係好清楚嘅。根據特首佢自己完全有自由，就係以重大嘅公眾利益將佢自己嘅意見講出嚟，就唔講人個意見都得嘅，係咪？唔使講人嘅意見嘛，我點樣啊嘛？嗱，舉個例，唔係屈佢噶。喺香港電視上面，小弟問過呢個立法會，同埋問過
呢啲官員有邊一個國家係用元首嚟發牌嘅？咁自然係冇啦。咁冇嘅時候就我哋好特殊啦。我哋要特殊到一個程度，就係用元首嚟發牌。咁元首係借助一班我正話講嘅人，係公開反對佢嘅人，已經公開咗啦。而話我唔能夠泄密，你話係咪一個方天下之大謬咧？即係話佢冇咗嗰個理由，所以其實喺呢一個程度上面嚟講，只要冇咗呢班人，特首就冇理由啦。即係佢一個人喺度做決定嘅時候，咁所以我嘅講法咧就係話，呢一個13位行政會議非官守嘅成員，我讀出嚟，係嘛？鄭耀堂、史美倫、胡紅玉、李國章、廖長成、周松江、張學明、羅范招芬、張振遠打咗柴、林奮強打咗柴、陳志思、李慧瓊、葉劉淑儀、林建峰，呢一班人都係唔應該攞人工嘅。佢唔攞人工，唔去呢一個同特首開會咧，反而特首對於向立法會或者公眾交代咧，更加有用處。好啦，咁大家可能覺得我過分啦。咁我又有第二個喎，主席，我係講道理嘅人嚟嘅喎。咁我就有修正案編號，我係修正主義者，係15號就係梁國雄議員㗎啦，就係我啦，就係21總目000削減，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5588萬元，削減大約相當於7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不包括召集人酬金嘅全年預算。咁我俾大家揀啦，兩個樣嘢。嗱，老實講，呢啲嘢就唔係掟飛鏢，唔係用輪盤嘅。第一個鄭耀堂梗係查咗佢啦，係咪啊？即係呢個一定係要唔俾糧佢啦。咁跟住個李國章又應該唔俾糧啊。即係鄭耀堂點解唔俾糧佢啊？因為佢本身係工人階級出身嘅，有太多錢啊，真係會病嘅。講嘢越嚟越口臭。呢個李國章係有原因嘅，李國章係打機局長，大家知啊。原來佢唔單止係打機識偷懶都叻，佢出席率低咧就托庇於咧就係話咧，我要照顧家母，所以咧我不能夠成日開會。咁啊，李國章，咁你不如唔好做啦，係咪啊？你唔做咪唔好阻住個地球轉咯。孝心、孝感、孝心梗係重要，忠孝兩難全啊嘛。講好多次嘅。啊！我媽媽都教我啦。喂，點解有咁嘅荒謬嘅理由就係話，我要睇我媽媽，我唔能夠嚟開會停職留薪。咁阿哥，你可唔可以辭職㗎？阿哥，係咪先？咁當然啦，這個同佢人工係未必有關係嘅。係咪？佢話唔要錢啊嘛。不過都係要實際上面咧，係減佢人工以示呢個懲戒。第三跟住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張學明啦，係咪？張學明好明顯係政治酬庸嚟㗎啦，係咪？係代表呢個鄉事派同埋呢一個民建聯入去㗎啦，咁就查咗佢啦。咁張振遠打咗柴又唔計啦。咁仲有羅范招芬啦，羅范招芬就一定要講啊。羅范招芬，我都喺度唱過，沒有梁振英就沒有羅范招咧。就沒有梁振英嘅，因為呢、這個梁振英曾經係親口呃我哋嘅，就話咧，我係唔會委任羅范招芬做任何公職嘅，哥。呢、這個仲唔係公職係咩嚟㗎？係基本法裏面輔助特首執政、接受我哋監督嘅公職。佢話呢個唔係公職，係咩嚟㗎？阿哥，所以其實佢一早就應該冇得做嘅，不過。既然間誓願當食山菜，一個肯願打一個願挨，咁就繼續做公職咯。我真係想問一問啊，如果呢個行政會議成員唔係公職，乜嘢係公職呢？好啦，咁跟住查落去咧，就係到呢個葉劉淑儀啦，其實就查佢啦，梗係李慧瓊就查佢啊，林建峰查佢點解咧？淨係你睇佢哋喺嚟唔嚟度聽我講嘅就知啦，都唔得閒。阿哥唔得閒就唔好做咁多嘢啦，係咪啊？呢三個係代表政府嚟收風，睇下邊個反對派鬧佢嘅，而家聽唔到。不過唔係咁啦，主席，俾佢盡下責任啦，同我 call 下
李慧琼、葉劉淑儀同埋林健鋒呢三位政府收風隊翻嚟啦。